哦。理发师，你跟我剪了什么狗头？这是什么头发哦 ？Ravi， 这样看来，我们先去选帽子吧。Yeah, I'm tired of this fucking panda song. I don't stand alone. I just wanna wrap my fucking hands across, stab the head and break the fucking panda's jaw, burn him up and turn the fucking candles on, choke him, beat him, put a couple hammers on him, dab on a nigga while I'm standing on him, kick him, punch him, throw him, make him slam the wall, time to a cannon, make him cannonball to the ocean, make him suffer too. Nigga, this is fucking animal abuse, animal cruelty on the fucking news. I'ma kill the panda till he bloody too. I'm in the black and blue for the black and white. I don't fuck with niggas like a pack of dice. Eat the panda, bitch, I got an appetite. I'm out this world, I swear. 就拿这个吧。UP 刚好是我的名字，如何？可是上面的灰尘好像有点多啊。好了，废话了这样久，然后就是时候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保留十年前的东西啦？我呢是还有保留一样东西啊，可是呢因为太久没有用了，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来看看，来实测它到底还有没有用。就在有一次一个宴会还是一个 party 这样子在我家举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 PSP， 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那个游戏机叫 PSP 很流行，然后刚好呢我表姐有一个，然后她也不想玩了，就问我们要不要，然后呢我们有人要了过后，我们表姐就拿来了，就拿给我们了。然后那个呢就是我人生中，或者说跟我哥哥人生中的第一架游戏机啦。然后呢为什么我会说我很久没动它呢，是因为呢就因为之前我跟我哥太沉迷了，我妈妈就把我们就我妈就把我们把这个游戏机给没收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我们32 game 是我哥哥全部的游戏在里面，而16 game 呢是我的游戏全部在里面的。然后呢在前几个礼拜，妈妈就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就拿这种东西，就问我看我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就看自己家才得了。然后呢我就直接想来实测到底这家游戏机还能不能玩。就是这家 BSB 啦，我到现在都还给它在插设电，所以呢我们就来实测到底它还能不能运行。所以我首先就从它的开机开始吧，它整个的本体都还是长成这样的啦。对，所以我们就来开始看它还能不能开了。哦，还能开，还能开，还能开，所以我们就进到里面了啦。现在的日期为 PM， 确定。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一直在玩拿鲁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可以调它的那个背景为那个拿鲁多，可是我已经大概忘记要怎样调了。啊，对，就这里。全部，so 这是这里的照片了。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懂这些PSP 到底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那时候都也没有太注重于什么比其他东西，就只是单单在玩 game 了。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我们玩什么 game 了。Iron Man 2 Tron， 这是什么？哦，这是拿鲁多，有点坏掉的拿鲁多。声音很大，大声吗？好，最大声了。这是 Iron Man 1，这是拿鲁多 Impact Pass 2011，哇，以前我最常玩的。还有这个 GTA 啦，这是最常玩的。So， 我们就不要一个一个来测试好了，我们就单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些 game 开始吧，就先从。Pass 开下了。原来以前就有这种预告片的吗？好 ，skip。我记得哇，还有这些东西哦。就 Spanish， 哦 ，Spanish 对 ，Barcelona，
again 读一个 Spanish Raúl Madrid wait 看到 Raúl Madrid 这两个是谁的不要紧我是不到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就先 start match 吧我记得是可以挑它的 difficulties 可是我忘记它在哪里挑了因为我记得以前不可以挑 difficulties 的都是在那个怎样说啊都是在最简单的就是 beginner 的那个嘛所以我每次就跟我哥比谁比较强什么一大堆的你看看够简单哦哎不好意思哦我有点不会 control 对啊哪一个 OK 这样我大概懂了是的来吧伊涅斯特哎 Messi shoot oh fuck shoot 喂好大致上大概shoot 哇哦 keeper good ball good clear不行啊PK Fuck No 我居然给他进去了不行啊好不行啊看我赢回来 What?没电了吗啊老爸这到底什么情况好吧有点小尴尬再不用紧我们就去玩别的吧玩个具体耶火车站台Hello buddy get the fuck up 看到吗神奇的被迷失了因为我的这个 analog 哦是有问题的所以每次玩这个 game 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好我看到一辆车哇这个比 GTA 5好像来的够力哦一来只在他旁边抢车吧哎等下我记得德波沙我记得这里接近空场所以我往大陆走对的哇哥可以不用考赖一声了哥赖一声就是从这里扔来他妈轻而易举把警察给毁掉了好现在我要做一个非常搞懒的事情只要是会玩 GTA 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对的看到了吗这是啥这就是他妈的坦克呼呼呼看到没有哦八个哈子What the f- Oh, gross.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PSB， 你怎么了 ？Hello， hello， somebody here？ 好吧。总的来说呢，十年前的记忆呢是可以玩的啦，只是不耐久。对，你们也知道刚刚的事情了吧？对不对？是不耐久的。所以呢，就这样了。今天的实测算是半成功，因为哈，不算是可以直接玩完的，玩到一般会累，会直接跳出来，或者是 blah blah 什么东西我不懂。然后呢，他会发烧，而且有点疼疼的。以前我记得是不会的。So， 今天影片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帮安哥喜欢并且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影片，直接订阅我。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不妨到我的 Facebook page 按个 like 来获取更多信息。如果要做动作，还有破鞋绯闻啊什么的话，可以到这 Instagram 去追踪我 ，follow 我。对了，就是 YouTube 小哥呢，就点开白色小铃铛，你按进去，我们破鞋影片都会第一时间知道。好了，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